小朋友们，你们好。老师好，小朋友好。我觉得坏坏牛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它看起来也怪怪的。你怎么了？小朋友好。嗨，你好。我这两天吃草草，吃的怎么了？拉肚子。脖子扭到了、脖子扭到了，难怪你动都不动。哎呦，我动起来都好痛啊，老师。你看起来像有点像机器人呢。哎呦，超级痛。你能跳吗？我不行，我真的动手手有时候都会痛啊。太可怜了。你下次吃草的时候放松一点吃吧。OK。 那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呀？没有不然等一下请乖乖羊帮你按摩一下好不好？他帮我祷告就很好了。会的，我也会帮你祷告。我今天小朋友们帮坏坏牛祷告哦。我今天只能乖乖坐着，不能乱动了。不能乱动了，他就乖乖就坐在这，站在这里就好了。OK。Alright， 好，你不要再转了啊、看起来有点痛苦。真的很痛啊，老师。太棒了，没有关系。今天呢，小朋友们，我们呢要来讲一个故事。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啊，老师？有没有看到我旁边有一本书啊？我们今天呢？我拿过来给你看，乖乖羊帮我一下啊！我们今天要请慧兰姐姐来跟我们讲这个故事。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啊，老师？这个故事里面呢，讲到了。我们讲宣教，小朋友还记得宣教吗？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是宣教，对吧？对哦。所以我们今天这本故事呢，就会讲到一个宣教士，他叫做彭蒙慧。老师啊，是，今天是宣教主日，对不对？是的。我这样都不能动，我怎么去宣教啊？你会好的呀，我们帮你祷告，上帝会医治你的。好吧。OK。我们请慧兰姐姐跟我们说故事喽。OK。嗨，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吗？慧兰姐姐真的好高兴在睡梦乡里和你见面。现在慧兰姐姐又要为你说一个好好听的故事了。你知道这故事里的主角是谁吗？如果你听过小鹏的洋娃娃这个故事，那你当然就认识他咯。对，那就是金头发蓝眼睛的彭蒙慧阿姨。来，我们听听关于她另一段精彩的故事吧。彭蒙慧
为生长在美国西岸那山明水秀的西雅图，爸爸是一名修理汽车的技术人员，他们家里的环境并不很宽裕。脑袋给我嘛，哥哥！有本事你就来追啊！你有本事你就来啊！你来！妈妈，你看哥哥了，他不给我球。真是的，妈说过多少次了，有东西一定要大家一块玩的嘛。哥哥，讨厌，玩不起就不要玩嘛，告状，我永远都不会像你这样的。谁叫你每次都抱着球不放，活该活该活该。我讨厌你了。讨厌。妈，我要跟哥哥去玩球。小鹏乖，你还小，妈带你到公园去喂小鸟，好吧？来，我们走吧。耶，妈妈万岁！啦啦啦啦啦啦啦！真是可爱。你知道吗？那个叫小鹏的女孩就是彭萌慧。小朋友，你说这家人是不是很有趣呢？彭妈妈和彭爸爸一共生了8个快乐宝宝，所以呀，他们家真的很少有安静的时间哟。你看，妈，弟弟拉我衣服，你快来看嘛！你慢着，我才没有呢，明明就有，你还赖。宝宝回来了，宝宝，宝宝，孩子们，今天都好吗？宝宝。学校数学得了优等，好极了！来来来，帮我把这些东西拿进屋里去。好，妈，宝宝回来了，我肚子快饿扁了啦。好了好了，马上开饭了，大家快去洗手准备吃饭了啊！好，准备吃饭喽，去洗手去洗手啊！好香啊！虽然彭家不是富有的人家，但是却始终是一个乐于分享的家庭。他们经常招待远方的朋友。这天下午，妈妈在厨房里忙着准备餐点。妈，今天是谁要来啊？是贝蒂阿姨。贝蒂阿姨？我没见过她吧？是啊，她刚从非洲回来嘛。什么？非洲？是啊。她去非洲干嘛？哎，小鹏，贝蒂阿姨是个了不起的人，她到非洲那种蛮荒之地宣教去，传福音给土人听的。天哪，土人是很可怕的耶，他们会不会吃人啊？也许会哦，待会儿你自己问问贝蒂阿姨不就知道了吗？啊，从幼年起，小鹏就经常在家里听到关于宣教士的故事，他亲眼看见那些人甘心离开自己的家乡，到遥远陌生的国家去传扬神国的福音，他们所经历的就像电影故事那样稀奇，让人印象深刻。所以贝蒂啊，你这一去算算也有7年的时间了。是啊，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在那儿变成他们的朋友。贝蒂阿姨，你怎么敢去非洲啊？他们不是会杀人的吗？可是啊，当福音进到他们的心里，他们也会改变的。哦，那非洲的土人到底会不会吃人呢？怎么不会呢？从前啊，非洲就有一种叫做食人族的土人呢。我曾经听过一个女宣教士，她在非洲遇见食人族的真实故事呢。啊，真的？那后来呢？彭先生，彭太太，上帝啊，真是太奇妙了。贝蒂阿姨，你就快说了吧。好好好，我说，这个女宣教士啊，她有一排龅牙，一直啊很让她难堪的。妈，什么是龅牙？龅牙就是牙齿长得向外突出，有的时候甚至连嘴巴都闭不起来哦。不过通常找医生矫正也就没事了。没错。可是啊，谁也没有想到，那个女宣教士在非洲的时候，还就是靠那一排龅牙救了她一条命呢。哦，哎，怎么会呢？是这样的啊，有一天呢，她在山里可真是遇上了一群食人族的土人呢。
你是说那种会食人的土人？对。可是啊，当他一开口说话的时候，土人们居然全都给跪了下来拜他呢。啊，有这种事啊？为什么呢？上帝多奇妙啊！因为女宣教士的那一排龅牙，竟然跟食人族里一个刚刚去世的首领是一样的，所以啊，他们就全都给跪了下来，没有人敢动他一根汗毛呢。太棒了，太棒了！小鹏，你知道吗？上帝也爱那些非洲土人，也盼望他们能相信耶稣，得着新生命。就这样啊。他们呢都变成好朋友啦。贝蒂阿姨，这个故事太精彩了，拜托你再多说一些好不好？好好好好。哎，对啊对啊，贝蒂啊，再多说一点吧。哎，来来来，先吃块甜点吧。哎呀，瞧我都听傻了。来来来，贝蒂，快喝杯热咖啡吧。谢谢谢谢。当时还在念小学的小鹏已经听过许多宣教士的真实故事，上帝也在他小小的心灵里撒下了一粒种子。六年级那年的夏天，小鹏和家人一起去参加了一个特别聚会，会场中挤满了人。小鹏看见台上站着一个十分特别的讲员，他有着黑色的头发，黄色的皮肤，妈妈说他是纪志文牧师。喂，这个牧师是从中国来的。中国在哪里呀？傻瓜，在地球的另一边，很远很远的东方。哦，你聪明，你去过了。睡梦乡的小朋友，你知道这一天纪志文牧师在这群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当中对他们说了些什么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生长在美国，从小就有机会听到上帝的爱，但是在中国，那里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没有听过福音，谁愿意去告诉中国人上帝也爱他们呢？有谁愿意呢？举手啊！你刚才不是很嫌弃吗？少来，你要举你自己举。有没有哪一个年轻人说我愿意到中国去传福音的呢？当大家正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的时候，人群中有一只小手举了起来。哎，小鹏举手了耶。哇酷，知不知道啊？牧师说的是去中国，可不是去郊游。谢谢，请放下，我看到了。愿上帝赐福给你，小妹妹。十二岁的小鹏就这样在神和人的面前举手表明他的心愿，等将来长大了，他要到中国去传福音。我愿意，我愿意去那遥远的土地传福音，报喜信，向那中国的百姓。
家的孩子们从小就喜欢音乐，特别是小鹏，15岁那年，爸爸给他买了一只萨克斯风，从此他就每天和哥哥弟弟一起练习吹奏管乐。哥，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刚才我这里吹错了。小鹏认真反复地练习着，突然客厅里的电话响了起来。喂，啊，是啊，找彭文慧呀、啊？哦，是音乐学院的奖学金。啊，好好好，啊，好好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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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鹏，听见没有？你的梦想快要实现了。什么梦想啊，二哥？你不是一直想做个音乐家吗？现在机会来了，音乐学院的奖学金找上你了。啊，真的？我刚刚正在想这段旋律的指法，那我该怎么办呢？小鹏，刚才李老师打电话来了。我知道了吗？那你还不赶快跳起来庆祝啊？可是，可是什么，小鹏？小朋友，你说奇怪不奇怪？虽然小鹏得到了这样难得的音乐奖学金，但是他居然一点也不兴奋。嘿，他怎么了？妈，如果将来我要去中国的话，那我就应该去读圣经学院才对啊。小鹏，我看你这脑袋是有问题了。难道你去读音乐，将来就不能去中国了吗？热爱音乐的小鹏在心里有着强烈的冲突。我想去念音乐，做个音乐家。不，我该准备去中国做宣教士。我已经答应神了。小朋友，你想15岁的小鹏究竟会怎么决定呢？妈。小鹏，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呀？妈，我想了很久。是奖学金的事？我已经决定放弃学音乐，因为……小鹏，你是妈的好女儿，上帝必然会赐福给你的。时间过得很快，一心一意要去中国传福音的小鹏转眼已经念完圣经书院，而且大学也毕业了。我好兴奋哦，我就快要去中国了，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小鹏，心里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吧？妈，我真不知道该带些什么东西。这一去就是7年，妈，我会好想你的。小鹏，妈也会想你。妈，我到了那边就会给你们写信，你们放心，上帝会保守我的。小鹏，妈虽然舍不得你，但是心里实在是以你为荣，你永远是爸妈心中最宝贝的小女儿。妈。睡梦乡的小朋友，你知道吗？刚过了21岁生日的小鹏就收拾起简单的行李，勇敢地离开了爱他的父母和家人。他搭上了一艘货轮，要往遥远的中国去，向中国人传讲上帝的福音。起锚了，小鹏望着码头上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声声亲切的叮咛都使他的眼眶一再的模糊。突然听见爸爸高声的喊着：小鹏，如果你后悔，现在下船还来得及。爸爸的呼唤紧紧地缠住了小鹏的心，甩甩头不能再让爸爸心痛了。小鹏用尽了力气，挥起手喊着：“爸，我爱你！再见！再见！再见！”
神的爱而爱中国人的彭蒙慧彭阿姨就这样来到我们当中了。首先，她在中国大陆有一年的时间，接着就来到了台湾，现在她也来到我们睡梦乡里了。你看，小朋友，我从来没有后悔在12岁那一年对上帝的承诺。我爱这里，我爱所有的华人，是上帝把爱放在我的心里。你愿意和我一样也来认识这位爱我也爱你的耶稣吗？ Jesus loves all. 小朋友，听完了彭阿姨的故事，你是不是很受感动呢？感谢神从那么远的地方差派宣教士来传讲神的爱。当然，我们也要谢谢彭阿姨和其他许多不知名的宣教士。亲爱的小朋友，慧兰姐姐要告诉你，在我们身边或者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还有许多人不知道神爱他们。你愿意去告诉他们吗？愿神大大赐福给你。故事说完啦，小朋友们，好棒的故事啊，老师。对，我听完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很感动哎。我先把它放回去啊。我现在也想要当宣教的人呢。哦，看到这个彭蒙慧的身上，我看到了非常多的勇敢，对、啊，还有顺服，哦，对、啊，还有坚持，嗯，对吧？还有满满上帝的祝福，透过他带给了在中国还有台湾好多好多的人，因为他都听到了上帝的福音。所以呢，书里面啊、故事里面讲到了。他是一个传扬爱的使者。哇，很棒吧，老师啊，你有什么想法？是我们现在的网路这么厉害，嗯哼，你觉得我跟乖乖羊，嗯哼，会不会也变成一个网路上的宣教师啊？我觉得你们是哎、欸，现在的网络真的很方便，很发达，哦、不管在哪里，我相信只要可以上 YouTube 的人，就可以看到你们两个，可以 search， 然后可以听到你们两个，讲耶稣的故事。哦，可是我都不能动，我怎么办呢、啊，老师？那就是这个礼拜而已吗？下礼拜我相信你就好了。哦，好哎、欸，对，我们要为你多多祷告。Okay. 你小朋友要为我祷告啊，小朋友记得帮坏坏牛祷告。还有听完了这个故事，不晓得你们心里面有什么想法，你们觉得这个彭蒙慧阿姨她这一生的故事，你们听来之后有什么感想呢？有什么感动吗？你是不是也像想象她一样成为一个去传递爱的使者呢？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些感动，有一些想法，或者你将来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我鼓励你可以把它写下来，然后呢每天拿出来祷告。你觉得这样怎么样？哦，我觉得这样太棒了，老师。OK， 很好。我今天感动到很想哭啊。哦，我也是耶，真的还蛮感动的。Alright，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宣教主日想要跟小朋友们分享的这个彭蒙慧阿姨。在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像她一样的宣教士，他们把耶稣的福音去带给很多 不同地方的人，让他们听见耶稣的故事。哦，你有什么感动吗？好欢迎你，有想一起这么做吗？有耶，老师，那你可以把它写下，也想要邀请现在在跟我们一起看的小朋友，小朋友要一起成为耶稣的宣教士啊！啊，小朋友，你们愿意一起跟坏坏牛还有乖乖羊一起成为耶稣的宣教士吗？我们现在可以透过网络，对吧？你也可以，我记得我们上次也讲过，你也可以跟你身边不认识耶稣的朋友们宣扬耶稣的故事。对啊，老师，我身边好多好朋友啊，嗯，我希望他们也都能够来认识耶稣。我也是的，那我们就要努力一起加油哦。好啊，好，小朋友加油啊，跟我一起
我也跟你们一起成为一个耶稣的好帮手。耶，太棒了。OK，听完故事。对了，这个礼拜天是什么节日？今天什么节日？今天是脖子扭到节。脖子扭到节。OK， 今天小朋友们，你们可以大声说吗？今天是什么节啊？一二三，对了，今天就是父亲节。哦、我忘记了，我要去跟我的爸爸说父亲节快乐。小朋友们，我知道你们跟爸爸妈妈，跟爸爸讲了一些话，想要在父亲节的这个特别的主日，然后说给他们听。哦，我忘记了，我要来把它打开。对，我们需要你来帮我们把这个影片打开，让爸爸妈妈们可以一起看。哦，好吗？谢谢 Rainbow 阿姨，她做的。对，Rainbow 还花了好多时间。帮大家剪辑。好，你可以吗？慢慢来。我辛苦你了，还是让乖乖羊帮忙。好，你可以的，谢谢。在上班。我上班。工作。工作。都喜欢工作。他最经常用电脑。邀请。在电脑上做事情，在电脑上工作很忙的，可是大多数时间都在工作。弹琴、做饭和陪我一起读书和 writing。他做作业，打鼓。我在就那些人你们起，做饼干。Mindfulness， 应该做的事和不应该做的事。快一点。OK， 我爱你。I love you。 去打篮球，他晚上最多都会说晚安。那我回来了，去刷牙洗脸啦。你要睡觉吗？要吃饭了。要来吃饭了。玩游戏，会玩游戏，做手工。捉迷藏 ，I can see。然后球哥哥叫我来帮他们拿球。拼乐高，我就想跟爸爸一起看电影。喜欢跟他玩象棋和大风风和 tag。配屁股的游戏，打羽毛球、篮球，好亮。玩呢，玩 toys。还有变形金刚，我最喜欢跟他玩那个国际象棋。爸爸，父亲节快乐！我爱你。Happy Father's Day。爸爸辛苦了，谢谢。爸爸辛苦了，谢谢。父亲节快乐，我爱你。一个谢谢。我爱你。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 Happy Father's Day。 有 Happy Father's Day 比心。你给妈妈礼物。生日快乐。 Happy New Year。哦，每个小朋友都好棒哦，太可爱了，好可爱啊！有那个 Happy New Year 的， no， 也有说爸爸喜欢跟爸爸一起擀面的，太可爱了。对，还有在父亲节要送妈妈礼物的，这个我很喜欢。哇、
啊，谢谢小朋友，你们对你们的爸爸妈妈、对爸爸都充满这么多的爱。希望在未来的每一天，不是只有父亲节跟爸爸说我爱你，在每一天都可以跟爸爸说我爱你，是吧？对啊，对的。好啦，那今天我们的主日学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做个结束吧。OK， 好，我们今天的祷告。老师啊，我的头低不下去怎么办？那你就这样眼睛闭上也可以的，没有关系的。好 ，OK。亲爱的耶稣，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主日讯息，让每个小朋友们可以理解到什么是宣教，也让我们听到了这么美好、这么棒的彭萌慧阿姨的故事。谢谢主耶稣，你的爱，就是因为你的爱，给了许多人的勇气，才能将你的福音传给这么多地方、不同地方的人。今天也是父亲节，我们要求主耶稣可以特别的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父亲，保守他们的身体健康，保守他们的工作保守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服事都充满着主耶稣你给他们的聪明智慧。谢谢耶稣，你爱我们，爱我们的父亲，也爱我们的母亲。我们要特别为我们这个坏坏牛的脖子来祷告一下，求主耶稣你的医治也可以临到坏坏牛的身上，让他的脖子跟肩颈可以赶快的好起来。谢谢主耶稣，这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拜拜小朋友，我你赶快去休息吧。我们下个星期见吧，拜拜。